Hello， 大家你要回来了。本期给大家带来光法第一视角啊，这个英雄用两个字就是叫风骚，一定要风骚。这英雄厉害吧，也挺厉害的，那看你怎么用，好不好？那先感谢我赞助商银千惠对本视频大力支持，大家买银饰品送礼是吧？之后什么七夕啊，大家送礼不会送，好吧？我推荐一个道具，那就是银千惠。哎，我不知道他我学了 W 哦，他学了 W， 那我们随便播一下吧。如果他刚刚学了那个一技能的话，好像可能就死了，但是没事，我跟鬼手两个人开的一个两人黑啊，小鬼手也是我们战旗主播，爆牛蛙最帅的话有送银耳钉啊，买银千惠，好吧？那我们在里面看一下，主要是他海明到两级，我两级，哎，有点跳了，有点跳了，你们。哎，两级的滚他，滚他进去！你个逼啊，点我！你个逼啊，点我一下！一血，敌法师如果能杀死我就吃屎！我跟你讲，他要砍我三下，他只能砍我一下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鞋子开局，所以说问题不大，不怕敌法师哈。这反正电一下就能补到了。问题不大，好吧？给大家推一本电影啊，推荐本电影《战狼二》，好吧？有点好看。我昨天看了一下《战狼二》，发现这部电视剧还是比较符合我的三观的，好吧？很感动，最后双倍俯瞰，要不要跟他一起游走动一下吧？因为反正我一个人下路的话也不安全。那么小歪拉个侧身把我拉住，是不是？那我可能就死了。所以说我们跟海明一起行动，我是不带雷管，倒是他滚过去我先放个波，他滚过去一个一技能砍一下就好了，可一技能不用放就能杀，好吧？这位置他看不到我的，我直接放波，哎，滚过去了，我波过去伤害肥贼鸡巴高，一个技能只能杀死。那我们继续下路混这英雄的话，你看跟海明配合还挺好的，可以打一些杀酱油呀之类的，因为我只要一耗血他就一突进，是不是？而且我们这盘有个炼金，哎，这盘阵容还不错，炼金这个英雄还挺厉害的，是吧？那我们光法的话还是利用自己的一个回魔吧，然后利用一技能消耗之类的，等一下子看着，反正尽量不要在大道里出现，在阴影中出现。哎，我一个步步到两个人 A 他一下，再 A 他一下，再 A 他一下，再 A 一下，最后一下，可以。你个敌法师，你也避过了。我给海明加了个 C， 我来了，敌法师，你不要跑啊！跑了，那我们吃棵树。光法这英雄的话，我只能说呀，该辅助的东西买一点还是有必要的，然后自己出一个绿血，带个眼。放个塔后啊，这样更好让你放技能。三级的话最好两级的 C 会比较好点，因为一级 C 加蓝加不多的，两级 C 加蓝就前面是够用了，好吧？一级 C 很尴尬。我们现在补一下吧，他们看小歪敢不敢过来干我，而且我旁边有个海明，我不是特别怕，我不是特别，那我给自己加一个 C 吧。我回家把自己蓝补一下先，问题不大，好吧？现在下路无限优势，一杀我两助攻，防可以用一技能。现在晚上视野的视野不太好，第八是吓死，第八是吓死了。晚上视野对面不太好的，所以我的这个位置差不多敌人视野外，我放波就行了。而且现在，哎，小歪想杀我，我绕，想杀鸟，他要 A 三下才能 A 四鸟，不怕，你要控制一下，哎，他死了，你个逼崽子！哎，海明带我滚进来，一个人加一点伤害，他拉我，他死了呀，哎，正好人头是我的，哇，我们可以把二技能先点起来，但是二技能有个特点，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这个技能的话。等级越高，技能等级越高，他那个回就那个施法距离比较远；技能越低，施法距离比较近，而且打磨效果一般，但是可以用，好吧？
我们撒个谣言，以防我们放波呀、强杀呀之类的，看看别人有没有资源，等等都很好看。炼金的话，他中路不打的蓝猫去补，因为我们上路是个蓝猫加小小，这两个很蠢的。我们打野吧，光华英雄可以打野的，放两次波，然后 A 几下，一匹狼就打死了，好吧，问题不大。好，那我们打完一波野回线上，因为线上你看我跟海明在的话，他们下路还真控不了。等我后面二技能高了，然后大招 A 杖出来之后，那就厉害了。我先消耗一下吧。哎，他 B 过了，他没蓝了他，那死了呀他，那死了呀，他已经是个尸体了。哎。不知道哪个美女在想我。老打哈气，这个天气大家注意防感冒，防感冒，空调房里不要带太多，不要学我。我们顺便先 A 下塔吧，把塔补一下。光法毕竟，清兵后塔，我五级加点是两级的波，两级的回蓝，一级的 E， 二级的。他们是五黑的，对，五黑。OK。这个有旗子，旗子颜色是一样的，就是你开黑的。那我们下路继续补号，你看小歪直接被我们打跑了，迪法斯也混得非常惨，因为一直我这样拨着拨着拨着他，他虽然魔抗高，哎，他又来了又来了，小歪他又来了又来了，我 A 他，你看我就无限的挑逗他，我怕你，我怕你，我怕你就不是共产，哎，你个小逼。哎呦，这老哥问你呀，兄弟们，这不是我演员啊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。这老哥问呀，他以为自己能挑战我的权威吗？还要送我一个点金手，这老哥问。我们先回点血，所以我不打他这个攻击，打这攻击的话，绿血打断了。单杀敌方大哥，好吧，挑逗敌方大哥，前期三杀零死三助攻，非常牛逼，好吧。大家想跟我一样牛逼的话，可以推荐一下我们的茶叶店牛蛙的茶，好吧。喝了牛蛙的茶，精神思路非常清晰，操作更上一步，好吧。我们大招可以不用急着加光法前期，因为他的蓝前期不高的，所以大招不用急着加的。反正我大概是八九级喜欢加一级大招，大招一级就够了。野法师很惨，他动不动没有耗下血。反正我放完一技能，然后蓝一加一技能又放又耗，野法师根本顶不住我的消耗的。我在下中，哎，贵手应该能把中路杀杀掉。我去运个点金过来，然后点个金，好吧。点金手，如果你肥的话，都可以出，不管什么英雄。有加蓝吗？哎，八级了，我可以给他加个蓝，然后一起杀敌法。而且这边有视野。哎，蓝猫怎么直接动手了呀？蓝猫动手太快了呀！可以，蓝猫这逼动作太快了，哎，火女来了，哎，放个 B 坦一下，放个波，放个波，放个波，哇塞，一下子两个残血了，还海明自己的了，
直接滚过去，滚小歪一下应该能打死大招。海象神拳，不急不急不急，我在分烧走位，因为我二技能距离比较那个比较短嘛，所以说放火女有点危险，因为她还有大招好像是。我先回点血，绿血回血，绿血的绿血的回血还是可以的。海明他配合那个勋章，哎，全能来了，我先加个蓝。对面全能火女小歪敌法，那火女死了好几次了，这样不是特别顺。我这个现在这个车呀，有百分之挺高的魔抗，所以说跟原来的波，原来波我记得一波波过去车就没了，现在不是这样的。哎，你不会单杀全能吧，老哥？我波一哈，哎，滚过去，直接把他杀了，好吧？他杀他个猝不及防，老哥们，猝不及防的叫。我再点个金，买个1000万的那个精气之球。很多人光发这英雄玩不来，这英雄其实玩起来挺好玩的，因为很恶心，好吧？光法玩的好，很恶心。但光法配合的队友需要那种打架型的呀，尤其是三号位的类型，像这把那个海明跟我就挺搭的，两个人消耗的差不多，就上一哈上一哈这样的，做个野区视野，这样敌法是打野我们能看得到，好吧？压制敌法空间，而且敌法没有狂战斧，打野效率贼慢，这样对我们压他经济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我们现在没有队友在旁边支援我们，我们先慢慢就以带线新兵为主，好吧？新兵为主，经济还是很重要的。我现在是三杀零死五助攻，先把13点满，再点二，而且我经济我只排到第三，说明炼金这我们队友炼金这盘很肥啊！哎，敌法师，好吧，兄弟们。我们就搞他，等我拿十秒钟。一法师，不过他好像很难杀。他还打野，我播一哈，播两下才行。耗他就一直耗他，耗他烦。你看，我操，一下一半血，好烦，好疼。把这蓝补满，再点个进去。没播他，在这边。我们杀下这边敌法师啊。有，我去看一下。哎，剑圣，哎，老哥，稳呀！来个替死鬼，来个替死鬼，这波是，本来应该敌法是死的，剑圣死的，好吧？他们阵容还是挺靠经济的感觉。哎呀，我帮不了他。应该死了，伤害不低的，全能火女加小歪，控制伤害全都有。但对面你看到了中后期吧，剑圣火女，哪怕全能，我一个二技能啪弹一下，敌法师基本没输出，好吧，很克他们。而且剑圣这英雄我很克他的，我如果放个二技能给他，然后弹他一下，他没蓝了，基本就没蓝的，很烦的。全能也一样。只要被我二技能放倒，弹一下没蓝了。我下路野区放了个眼，对我的一个打野还是很有帮助的，因为就推线很有帮助。别人如果想要绕我，我这眼是看得到的，除非他们开雾过来有我，好吧？你踢上吗？他们推塔？可以。哇，我现在经济很高，差一点就 A 账了。这种光法的话太可怕了，我跟你讲 ，A 账光法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现在 TP 的钱变成只要50块钱了。火女没技能了，
哎，小歪还在，滚进去，弹掉，吹起来，放个波，波过去，伤害贼鸡巴高。哎，我好像要死，我好像要死，我要死啊啊啊啊！所以做人还是不能烧呀。不过这波我一死，队友发财了呀！啊，队友发财了。前头好像也要死，蓝猫来了，死了。海兵跳到勋章，打这种脆皮很厉害，好吧？打脆皮贼不厉害。这不我一死了，本来我的 A 杖泡汤了。蓝猫好像不是特别肥哦，这盘经济。应该是被压了，因为我们压他优势路，他们肯定也压我们优势路。优势路是蓝猫就小小，两个人能力是比较差的。我踢中路推塔吧，队友可以打野。然后到了中后期，我的二技能也很厉害，我放个波。哎，弹一下，不然感觉他被大死了。哎。这火女还挺风骚的，哎，杀小歪，播一下，但火女加了一个，魔米，原来也是这样的人，刚才我差点想 K 个头，好吧，没 K 到，先把自己蓝加满了，是落地的，你觉得可以拿过来、啊？哎，下路拱过去，但是他有魔米。哎，恢复写好吃吧，写好这盘再刷，因为他前期很不顺，所以他只能憋个眼睛继续刷。我们中路啊，我们现在过去不太好，因为看起来我脚步还不是特别灵活。炼金其实可以打野的，这种线上炼金过来干嘛？是不是？等我出了那个。A 杖之后，我白天的波是带有回血作用的，然后无限大招状态就不用血大了，一级大就够了。大家自己感觉兵线啊，你其实看兵线，对方的兵线来的时候怎么看？你看着我方兵线，我方兵线和对方兵线是一个对角，就相同的一个兵线路线，所以说你不懂兵线，你可以看。看他们怎么弄，好不好？这是白天的夜魔啊！我死了。光法阵型还是比较偏团战的，比较偏团战的，所以说，得需要点团队意识，好吧？我把海明拉过来，感觉中路剑圣可以杀一下，走，小歪也可以杀一下。哎，带我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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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以，先生，无敌将，不要站我，不要弹出来，弹掉，哎，不要转我，可以。哇，这个护甲。剑圣，我操，这个转可以哦。感觉我，这不我是过不去了。放个波，我操，我一个波毁了我自己500滴血，太可怕了。什么东西能回500滴血的一个治疗量？只有光法的技能，好吧，500滴血回血速度贼逼快，好像回血没有跟你魔抗就没有关系了。所以打人的话，比如说我500只能打到400多，回血的话就不一样了，好吧，这就可以回到魔抗前，比如说500伤害，我就能回500，厉害，因为他每秒100好像是，去5秒500。一秒吧，那你一个闪烁不就是5CD？
猪又来了，跟海明两个人闯天涯，好吧，我们两个人走在路上，四人都要怕，好吧，很厉害。现在我们经济应该是优势，但塔的话，我们因为对面有小歪嘛，还把我们上塔给拿了。利用好吧，之前一波我们装备都这么样的时候，来不大招，把我们上塔给推了，但是问题不大，好吧，他们现在基本推不了一个塔。我最好买个跳刀的样子，带点生存能力。现在少了生存能力，对面如果杀我都还是很好杀的，因为功法毕竟是个法师嘛。我踢中路拉海明过来，直接放波，二技能加波，那个全能被我弹的，哎，反补不了。海明已经暗灭了，好吧。钱基本杀的，我现在我要补刀的话怎么补？我要把小兵每个小兵 A 两下，然后 A 一下两下，然后放个波，这样可能能补的。来吧，我没格子。如果单纯靠波补兵是补不了的。买个物啊，倒是开个物，比如说找波机会。像我打单排，比如说。我们那个买物做视野呀之类的，都挺好的。走，开物，视野把它做了。有视野没视野，我之前也说了，这是两种不同的游戏啊。除非你是开图，现在09平台的风气也很差，图币还是贼逼多的。我们做点眼位啊，做点眼位能看到对方的位置，好吧？没有眼位的话，你一个杀人游走的一个，就那个方向失去方向感。现在我们能看到对方大概在哪个位置，有眼，是吧？敌法师班没办法被我压的，哎，放个一技能推一下，这个没蓝了，这个没蓝了，剑圣没蓝了，直接连转的蓝都没有，好吧？我的二技能加一个波，打蓝打的比较高的，大招不用加了呀，大招其实直接自大招只有提升大招的冷却时间，而我现在是无限大了，所以说我们不用点大。啊，怎么都是海明的，啊，我快跳刀了，出个跳，压金，好。你不是出推推棒吗？跳刀是哼，让我们更好去走位啊。推推棒是，逃生救队友打蓝的作用。啊，上路被干了。杀敌法。过分了。敌法应该打远古，应该在打远古。不出意外的打远古。兄弟们 ，Go！ 跳上去。二技能，波。还有蓝跳吗？他应该没蓝了，敌法没蓝了。我放了波。哎，这老逼把我扔过去了！哎呦，没有，你被丢过去了。这老逼，哎，我再放个波，这是白天加血。位置好像，悄悄把你丢过去了。位置好像炼金好像要死。你加个蓝，我没蓝，我打不了。炼金好像要死，哎，没死，可以，没死。那你们谁要死？放个视野，很关键视野。没有带雷管。现在我们就推点塔，拿点塔钱吧。把别人视野压制，然后打个盾。
这是我们正确的一个获取胜利的方式，好不好？光法正英雄大家也学到了吧？因为这英雄我之前没录过，是没录过这英雄。因为这英雄怎么说呢？他总是缺少点什么。我一个打蓝推波，还好，我还以为他滚到那个里面去了。哎，不，你敌法是想什么呀？加下血，把炼金传过来，炼金老哥，打架，干呀，老哥干呀，老哥，老哥你怂啥？现在弹好像弹得非常快，你可以出个微光呀。好像要死了，蓝猫过来帮忙吃斩。应该死不了，他在回血。我再上去，因为我现在的蓝也不多。A 一下，我蓝就200多。A 一下，哦，跳走了。但差点把炼金害死，也不是害死，我这逼被那个控住了。然后还有蓝猫过来顶了一下。你像我的话，小身板我是不顶的，好吧？光法的一个续航能力比较强啊，这英雄本身除了绿血回血快，然后再三技能回蓝，好吧，续航很强，而且也出了 A 战之后大招就不用放了，无限有，白天还可以回血。兄弟来二技能，没蓝了，他没蓝了，他没蓝了，没蓝了，敌法师没蓝了，敌法师正常，加个蓝再回家。敌法师，敌法师，法师的敌人竟然没蓝了，很惨，好吧。我们可以先回家买个推推棒之类的道具。这种英雄的话，什么道具比较合？比如跳刀、推推、微光、羊刀，应该都是他的一个很好的装备吧？看你怎么出。反正英雄有钱，跟其他英雄还不一样，这英雄有钱。推推跳刀，把雾随便开了吧。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反正也没有说一起开悟什么，视野做好一下一下。我靠，我不出海明都可以单杀全能，这个全能很尴尬，好吧，我要出大炮，应该不是一个主力全能，经济跟海明没法比。这样过去的话，我们反正一技能在线给他加点蓝，感觉这盘作用就到了。天幕啊，说你心情不太好，我来看看你啊。这个是小木的声音啊，小木声音。哦，看来还挺好的。下路的话，对面现在的一个视野整体被我们压制了，然后很难出去。对面在他们野区商店那里有个眼，我刚刚看到了，没，因为身上没格子带眼，所以也没去反。敌法师可以试一下，我跳过去二技能一个 B 过去，他还有蓝吗？我靠，他还有蓝。我不敢上高地。还有蓝，竟然。那我打个盾吧，打个盾好上高地，对吧？打个盾没事，没必要跟他们耗，因为十几波的话，倒是对面后期也不是弱，剑圣、敌法师、火女这些英雄也挺厉害的。召唤我吗？我们就直接打个盾，因为海明这英雄的话本身有暗灭。我是两个装备，你拿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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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我。我挑壮丁了，我准备挑壮丁。我给海明大那个，我给若文上个二级，上个那个 B 自盲之光，他也中自盲之光了，好尴尬，自盲之光竟然中，应该是大勋章，厉害啊！那我们 A 的挺快的，来看。我不要。现在没人拿，对，那我拿吧，没人要，那我就要，好吧。这盘的局势反正还是线上，我们中路线下路线打出两路线的优势吧，然后整体局势还是比较偏像我们这里掌控的，而且我的经济也挺高的，14000。
小小说点金手进行补上来了。这英雄 VTVTVT 清兵还是快啊，我感觉可以拉壮丁过来了。但壮丁好像被抓了，他们被抓了。剑圣还没死过。剑圣你跟炼金打，哎。那这波的话我还是可以拉壮丁骑士。这边没买买活。买活在想什么呢，我放个一技能慢慢耗着先。A 塔。把那个壮丁给拉过来，拉壮丁，这英雄就是这英雄，中后期能拉壮丁是一个绝活，我这应该是一个绝活，集结号一样吹起来，对面全得过来，哇，放个 B 出来，火女没蓝了，火女没蓝了，火女没蓝，我被我推了一下，被我放了个 B。所以火女整个就没蓝了，很尴尬，好吧，贼逼尴尬。所以说不管什么英雄中了我这个三连，打蓝三连拉壮丁，好吧，都是非常专业的，我们是专业的。而且我加蓝的话对小小蓝猫海明都非常有帮助呀。现在这盘的话应该基本是一个这样的局势，向着尾声靠拢吧。因为大家也知道，当我们这个线上飞起来的时候那得多可怕，炼金啊兄弟们。中路主要是被游了，被海明游了两次吧，三次。发生什么？哎呀，这输入法记得了。哎，我怎么在那边位置？敌法是想打我，我怕你，别动我，这个推起来就是一马平川，好吧。本期视频这里也差不多到了一个尾声了吧，也是感谢大家收看我的光法第一视角啊。这英雄本身为什么没有录，这几年来这英雄一直没录，应该是没录这位英雄，主要还是因为这英雄的可玩度录的你几乎是不常见的。敌法已经没蓝了，不要弄的真可怜，主要是可玩度不是那么高，录的你玩的话，如果这个英雄我录多的话很容易被人喷，为什么模仿不来的呀，这英雄要求还挺高的，兄弟们要求挺高的。那本期的话就给大家带来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有更多直播的话可以关注我的战旗直播间啊，兄弟们百度搜索牛蛙战直播间就好了，应该知道你在哪个位置，战旗，好吧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